来，今晚晚餐要吃痛风餐了啊！来，来各位好友，我们今天晚上的痛风餐啊，就靠这些了啊！当然不是啦，你要翕嘛，就爱相机翕到这海参，你翕的死鬼拢有痛风餐，死鬼痛风，死鬼痛风啦，嘿，对，哎，瞪我，哎，给瞪一下，瞪一下，好来。哎、欸，你们当作吃西瓜当晚餐嘿，来来来，这东西这东西。那来来，富贵过来，这镜头就来。那要吃通风餐，就爱来这来这这头来，头起来头起来，哎，爱坐这个哟嘿，要吃通风餐坐这个哈，哎，对对，这样盖好。你跟。站在那里我拍不到。这个桃源牛来入境者来了，来今天就为了这一餐啊，专程来吃。来，看者来看者，桃源牛啊，闭者桌顶了。最喜欢的海鲜。好，网红你面，网红你的面向这边，好啊 ，OK 来，好，谢谢。所以你讲的啊，迄个鸡皮也是凉皮，是这个皮对。这才是凉皮。虾虾，虾虾蟹蟹。这是螃蟹虾蟹大餐来了。这是九孔的啦。我来。来，再来，快。谁看嘛？完掉了。恁在拢徛遮啦，好无？徛遮。然后就是，啊，这个徛椅仔顶啦，徛椅仔顶啦。唔知用双抱。哎，这个如果没有拍半个小时，好像好像没办法吃哦。要英雄徛椅，要英雄徛椅，来。来好的嘞，好的，阿叔妹，你个，冇见啦，你到尾也就直接来换啦，冇见啦。好，来过来，是。啊，你阿哥俩个看哥俩，不啦？较边啊只，亮照过来，啊，无你个嫌来，啊，你拢你伫后边，你拢伫后边都拢看到你，一二三，搁一张哦。好来，因为这张后边有迄个背景很漂亮啦。哦。卖个西啦，你西就从西瓜是。西瓜，无人安尼啦。伊要翕这啦，伊要翕这啦。好。对啦。伊个西瓜要西。啊，你两个再来，就配无人听。嘿啦。好再来，二三。没来没。大家拢真有迄落。好啦，各种一二三。哦，迄只就好。好啦，各种。无啊，然后嘿。天嫂。来哦，来听闻。酒酿冰淇淋啊，酒酿冰淇淋啊。加高粱。哦。这个冰又凉，高粱味不重，今天就快醉了，喝了两杯高粱，都不行。两杯高粱，难
就是不喝酒，这些来这边的就是以前的金门的老兵，他们哦，除了讲过去以外，就主要的就是喝高粱，哦，每个都在揪，那就没办法。啊，如果不够的话，再加没有。哦，因为刚才高粱喝太多哈、哦，这个冰淇淋里面的高粱已经没有感觉了。所以南哥哈、哦，开发新口味啊，滴两滴下去，哎呦，滴两滴，哎呦，你好，来两滴留给你，我先试试看。要包什么？包两包。哦，哎、欸，你那个真正第二滴要来听我嘛，赞的。你看，你家弟的。哎、欸，真正有一个，真正有一个无同款的味道。地雷，我地雷，我用刀，用刀的，我用刀的。哎，过来对面看放冷的呀。哎，真的，外面是正冷的。啊，所以咱得去玩，得去砍高粱。哦，有够香无？有够香无？香无？我今日搁钓咧，哈哈，搁来倒。今日搁钓咧，我搞我搞。高粱少喂，高粱少喂。哎，胡哥，我拢开发新口味了。哎，高粱加冰淇淋啊！我个滴两滴高粱落安尼啦。即摆高粱还无够，爱搁开啊啦。再搁看卖，搞不好再搁有嘞，看下再搁两滴。快提啊！快提啊！高粱冰淇淋啊，大家拢捧出来要滴高粱啊！来比较香哎、欸，比较香哎、欸，那个香气都出来了。哎，一滴刚也滴过嘞。香气不会让香气这样。冰冰起来嘛嘿。这个高粱真是好久。以后都是买原味的那个香草的，有没有？香草的回来加高粱，好不好？今天奶茶也加高粱。